隋朝为什么那么短命？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？觅史一文谈古论今，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。隋朝从公元五百八十一年正式建立到六百一十八年灭亡，整个过程也不过维持了三十八年。要是排除隋末时期的几个傀儡皇帝，这个时间只会更短。隋朝在这一点上和秦朝非常相似，都算是二十而亡，所以历史上就有了暴秦和暴隋的说法。很多历史学家把隋朝的灭亡。 归纳为其皇帝太暴虐无道。当然，关于隋炀帝杨广暴虐的记载不在少数。从杨广的登基到结束，似乎一直在充斥着暴力。史书当中的隋炀帝为了权力弑父、霸占母妃、手足相残。如果只是皇室内部的血腥还不算什么。隋炀帝在位十三年的时间，做了很多劳民伤财的事情，比如修建长城、挖掘运河、三征高句丽。总而言之，一刻都没有闲着，全国百姓也是没有宁日。 而且这还是一个男当战、女当役的时代，出现了前朝从没有出现的情况。在隋炀帝统治期间，民间还出现了非常可怕的情景。都说乱世百姓易子而食，隋朝则是百姓为了不去服兵役和劳役，干脆砍断自己的手脚，变成残疾。而这带来的不是百姓的委屈，相反以此为荣，称断手断脚为福气。但是这些都只是隋朝的一面。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。在隋朝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。 因为八王之乱而导致外族大量入侵的混乱浑噩的时代，只会让人更加细思恐极。隋朝的统一非常困难，当时中国处于一个三百年的大乱世，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矛盾非常严重，战争和屠杀更是常态。正是有了隋朝的建立，中国三百年乱世才得以消除。因此，隋朝虽然短暂，但是它也来之不易。 抛开隋炀帝杨广的一些暴虐的记载不谈，在隋朝之前，人口曾经达到一个巅峰值，也就是西汉时期的六千万人口。而隋朝时期人口总数量达到了五千万，虽然比西汉时期还少了一千万，但是要知道，西晋时期人口总数量不过一千六百万，到了五胡乱华时期更少，可能只剩下几百万人。等到南北朝时期，全国人口相加也不过三千万。 所以，隋朝建立之后，就这么一个短暂的王朝，硬生生的将人口数量发展到了五千万。如果说暴隋一无是处，那么隋朝的人口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暴增？古代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，农业人口的数量就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。有更多人发展农业，更多人耕种，国家税收也就越来越多。除此之外，国家的粮食储备也决定了一个古代王朝的命运。还有就是。 隋朝时期的一些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大，包括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，其源头都是来自于隋朝的科举制度。如果没有科举制度的诞生，就不会有寒门学子的诞生。不管当时的应试内容如何，普通老百姓能够通过自己的读书，获得一条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完全不同的道路，甚至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幸运。这样的制度怎么可能不受百姓的支持？同时，皇帝通过科举考试。 可以收获更多的治国人才，并且这些人是不受其他人影响，完全听命于皇帝，给皇帝百分百安全感的人。显然，这才是隋炀帝设立科举制度的初衷。因此，隋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只见雏形，还没有来得及为隋炀帝做出多少贡献，但是却给后继者们带来了很多灵感。发展到明朝已经非常完善。到了现代社会，高考取代了科举制度，但依然是目前最公平有效的升学制度。 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也是隋朝很大的功劳之一。古代经济中心和现在有较大的区别，可能是因为发源地在中原，在汉代之前，中原一带还是主要的经济政治中心。可是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渐开启，南方的经济迅速成长起来。到了汉末，江浙一带已然成为了全国最富有的地方。在江浙一带物产丰富，可是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北方就成为了一个大难题。隋炀帝他有这种远见和胆识。 开通了京杭大运河，从水路将物资运送到北方，开启了古代运输行业的新领航。虽然历史上关于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有许多负面新闻，比如是因为他好色，为了方便自己去杭州猎艳等等，但是总的来说，如果没有隋炀帝的胆大，就不会有后来南北贸易的发达以及政治经济统治的便利。 隋朝还有一个大功劳，就是初步建立了三省六部制。虽然这一制度是在唐朝被完善的，但是正式确立是在隋文帝时期。隋文帝在建立隋朝后，确立了三省六部制，即皇帝下设三省：中书省、尚书省和门下省。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，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，尚书省负责执行。负责起草政令的，负责执行政令的，负责审核的，这个叫做三省。在尚书省之下设立了六部：吏、户、礼。 兵、刑、宫，这就是后来一直沿用到清朝的清朝政治制度。清朝时期的和珅就是做了二十多年的户部尚书。可隋朝还是只经历了两个皇帝就灭亡了，难道这全都要怪隋炀帝吗？虽然杨广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，但是隋朝的灭亡还是有很多其他原因。第一，隋文帝杨坚的上位确实不那么地道。当年北周皇帝年幼，杨坚利用自己外戚的身份掌控政局，最后直接篡位，自己当上了皇帝。 这个尚未经过，成了杨坚内心的一道刺，拔了太痛，不拔又扰心。加上有许多大臣都是北周的功臣，只是迫于无奈才屈服于杨坚，这让杨坚就有了心病。特别是在独孤皇后去世之后，杨坚的这些毛病一下就暴露了出来。对于无法让自己感到安全感的臣子，杨坚直接就找借口诛杀，独断专行，统治中心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分裂现象。加上隋文帝晚期贪图享受。 大兴土木，修建自己的乐园，镇压少数民族，已经在臣子百姓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。这些都是后来遭遇农民起义、群臣背叛的原因。所以，隋朝的短命，隋文帝杨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第二，隋朝虽然由乱入治，但是内部矛盾突出，门阀士族牵制太多。历经两汉三国的发展，从西晋时期开始，贵族门阀不仅对权力形成了垄断，就连皇权也一度受到土族牵制。 虽然南北朝之后门阀士族权力有所下降，但其影响力仍然极为庞大。隋朝虽然一统天下，但是当时以八柱国集团为首的关陇氏族仍然掌握着权力核心。隋文帝和隋炀帝虽然一直力图改革，消灭关陇氏族的影响，但是收效甚微。隋炀帝后初步推行的科举制，大力提拔寒门学子，这其实也是在剿灭门阀士族的手段之一。我们现在看来，科举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。 但是在当时，这可是对门阀士族产生了巨大威胁的制度。当时的关陇集团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军事力量，这些都是让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制度改革难以实施。隋文帝颁布军田令，限制了门阀地主对土地的兼并，从而使得朝廷加强了对百姓的直接控制，削弱了门阀贵族的经济实力。他又推行了军事制度改革，从募兵制改革为征兵制，为的都是加强皇帝对军权的控制。 隋朝的这些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实力，但同时也加剧了皇权和关陇集团之间的矛盾。结果就是，隋末天下大乱之后，皇权无所依靠，而同为关陇氏族的李氏家族得以迅速崛起。第三，刚才说的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，也是导致隋朝灭亡的间接原因之一。为了让京杭大运河顺利完成，杨广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去剥削农民百姓，沉重的赋税和天荒人祸。 让老百姓活着都成为了一大难题，因此，在隋末爆发了数量巨大的农民起义，并且直接将隋朝拉下马。老百姓刚刚经历了三百年的乱世，好不容易可以休养生息一下，隋炀帝又非要硬上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，实在是作死。无论是隋炀帝杨广，还是隋文帝杨坚，他们都不是很懂百姓疾苦。杨坚的门阀思想根深蒂固，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只希望从自己的上位中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。 忽略了百姓的根本，建立科举制度、修建京杭大运河，这些都是创举。但是如果急功近利，那就会让老百姓受不了。这就和后来唐朝的李世民形成鲜明对比。李世民虽然也是豪门出身，但是他非常懂得老百姓的疾苦，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教训，就是从隋朝这里学来的。最后就是出战高句丽失利，还遇上了大瘟疫。杨广好战，表现在他不停的对高丽出兵。 如果顺利拿下高丽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。可邪门的是，隋朝兵强马壮的年代，居然连高丽都攻占不下，反倒让隋朝损兵折将，亏空不少。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可能，就是当时隋兵遭遇了瘟疫。这个瘟疫的来源就是跳蚤。在出兵高丽的时候，隋朝来到了边界，之后，士兵开始莫名的大批量死亡。为了确保和高丽的战斗， 杨广又开始强行募兵，将大量劳动力集中到这里，但是最终也没有斗过瘟疫，损失惨重，也直接导致农民大规模起义开始抗争。由此看来，隋朝的覆灭也不光是隋炀帝一个人的责任。隋朝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王朝？我们今天其实很难还原，因为历史都是后人写的，唐朝自然不会给他留下什么好话。民间一直流传，隋朝末年粮食可以供唐朝吃上五十年。 甚至说，唐朝初期五十年吃的都是隋朝留下来的余粮。隋朝真的有那么富有吗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在留言区探讨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这样欧阳就有动力做更多好看有趣的历史节目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